一千块了，来啦，我来给你了。我没时间，我来一千进来啊。来一千块。要笑啊！来，多少钱我给。哇，又一只红红的。一只三好像，一只三百八十块。又一只红红的。带你画画还是会。哎，来几千块，就钱让给银起来，要求在千钱上面面孔。来，就掏钱叮当来。你也干我，干你唔干我干嘛？我干嘛要笑你讲啊？有人干钱，咱就来赚。来，就掏钱叮当，来一千块。好啊 ，baby， 谢谢，来吧。小姐要。红队是不是拢无啊？对。谢谢。我今天啊，这已经了够多了。来一个，来一千进来哦。这三只鲑鱼。来两个。本钱的啊，七块八。这啊，这啊，两个呢？两个进啊。剩两个。三块啦，三块啦。那边有无？那边有无？我今天我这麻辣客起来，就不够客得了，对不啦？大哥，稍慢哦。这个一千块，这一盘就买不起了。大哥，你安两三千啊？人家了钱的啦，我没追我干好呢。这真正好起来，来再再落出来，来最后两位了，车企的补偿来三个，没空了，最后两位来一千块，好了包了啦，补偿抽个三分，补偿慢点走啊，走对呀，来一千块来，最后两位了，一千块来，最后怎么样？给，乖了，金牛你干不错啊。三位洗鸭现在九班哦，二三十，五百块是买不起的。咱们两个，一千块最后两个，我还得过来，谢谢。两个真的没有。旁边要再来一个。哎，春节的两个呢？咱们姐，两个对吧？我下不罢了，我恐怕跟你一样。每一盘都一样。每一盘都是一样的东西。你要装给你们的。好，可以啊。咱们姐进来，咱们姐进来。最后一位哦，进来。来最后一个客人，来一千块。最后钱呢？就这款呀，好啊，全空。对啊，一千块全空了。你们家产品啊，来你看清楚。来一千块来，来龙一叶，龙一叶，来个三家龙桂鱼，一千空。这几家补上吗？这马马的，这还真干嘛上品？来最后一千空。多少钱？最后一位了，一千块。你来十抓都等不到，我花七百，花七半啊，我无骗你。来一千块，最后一个客人，一千块俩。好好来，谢谢。来这个三斤来一下。来，普普烧比目鱼三百价，来我吧。你的这个，这四条，我去红烧，加热就好了啦，不用再红烧了啦，用小刀。来我吧，三家。这边有啊，这边有。多少啊？有啊，来三百三百。不是我包、哦，不是几家、哦，来三百红。宝贝，喝一杯，我们上头。没有，是的，中间的骨头而已，没有了。小姐、哦，来黑鸭我来，来我来两个，没有黑鸭，没有黑鸭，没有黑鸭，这边没有免运，现在是完全完售了哈。来啊啊，回民间嘿，就这边的哈。来我们两边，卖杯我爸挂起来哦，不是小只的虾子，是大只的虾子哦，看一下哦，真的很大只哦，来得起来这样开口，把西装妹来沙发后啊来，三百块，五个客人而已，快点，最后一次卖虾子，到买不到，大家都要来，赶快，来沙发后来，拜拜，来我们两边这都的，冲下来就可以了，一千，五个客人而已，偶尔就当来，你没有买虾子，我也没有虾子卖，走走心，来沙发后来。来过来人家对，今年今年钱要今年，今年哦，有哪坐啊一半啊？来三百块多，来三百块来，再给我一台海蛇，来三百多，对吧？我海蛇啊，这条我皮肤都得买上去哦，来三百多，拜拜。乖，你有咩我还咩咧个？收车啦，我还汤啊，多少三十公仔啊都。来，唔免饿呀，这样三个，四个人给吃都。谁啊？我开机了三百块，我了一半给你吃。来美国吧，来沙发的，来最后三位哦，下次大致的不能这样卖哦。来给你，不啦不啦不啦，四个客人吃掉了，不用五百了，来三百块来开始，来最后三位人给，最后三，你不要玩的啊，来放，哇靠，
这大尾哦，不是小尾哦，来三百块。最后三个人的海底来三百，三百。阿姨今天买一罐不？今天一罐。不小罐，小罐六百。六百，不存一罐，五百完了，无啦。小罐五百块。小罐五百。五百块。多话啊，来，阿姨今天买一百，黄金。小罐做小米，来二来。好了，这边吃一下，像奥迪车一样过来。在这边呢，小哥啊，今天啊，小哥不喝他小了。今天。来，帝王蟹棒来，你挂我来。我打了这些嘛，来冰卷，我爸过来冰卷。来五百块，最后一位了，冰卷。拿下，我爸。来西甲，我爸。菜菜等菜菜啊，沾沙拉出去好了。有啊，拢无冰卷啊，一个客人四只都拿回家，七八，来三百块来，三百块冰卷，冰卷，来小姐了，小姐嘞，没有的，没有冰卷的，来帝王蟹棒来两百块来，我发，帝王蟹棒，这个不用煮了，解冻就能吃的，来两斤，来五斤，来七斤来八斤两百，来十斤你一斤三十吧。再涨一点，两百块两，两百块，谁喜欢吃的，直接给你了，不用等了。来，感谢你们陪我这么晚。我请嘉宾喜欢纯豆冰点，来，请我记哦。卖边广多少？一个人拿十五只，两百块来。老板，有考虑的啦，来了八块多。哎，你绝对绝，用些时间的哈，用些地点的，这公共交通绝对绝，乱来，我们再来放火烧。来十五只来，老公你在干嘛？我俩的啊哈，来十五只，我进来打成我爷爷啦。你太机，你搞啥？你太机搞无关你，你搞啥？来一碗车放来，两百过来。我一看到公益部老公，我动作人来俩搞啊，你怎么搞的？来一碗车放来，两百过来。你搞为了田家哈？田家五百万啦。好，来帝王蟹棒两包。大佬，我买一个，要么我咧拍死。来两包，开玩笑啦。哎呀，开玩笑。这里来这机，来十机，来十机哦，不是三百哦。说真的，我卖三百就很便宜了，来两百块了。帝王蟹棒两包红，解冻就能吃了。这边等上架，等八，等八，等八没了啊。好，谢谢你们。来五百罗贝贝，来了。你今天酒还没出来呢，对啊。来三百，五百了，三百块，三百加五百了，一包两百，一百三百，两包你来，走啦，没细胞，来三百块，两包拢给给，五百了，够了吗？来姐妹，换队，来三百块来。都给你哦，三包哦，不是五百哦，来三百块。对呀呀，加热就好了，加热就好，对，冰爽了。三百块给我，来九班仔，大补呀！还要给我西米花，来九班，来一公斤，第二样我上面价，这西米花只价存两包两盒啊，大鱼要我变成包了，西米花，这是板烤西米花，板烤的，不会的，不会的，来两包。一样的啦，我请那里保安包，他只放包装而已。你上班，他等下马上。一条，一样的。我赶不及，最好你要喝喝酒，不然就开门。我一条，一条，一条。我要来口，我要开起来塞了。哎，把你截下来吧。罢了，上个时还我等你看，没底下都微博。三百，你的三百。两包，咱们吃板烤鸡米花不？谢谢。给给能办好姐妹呢？姐妹，办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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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七百八块，我卖五百，啥物啊？要金钱嘞？来五百。不要麻烦，因为这观众安尼哦。男的没道理啊，不要凶你。来五百，来五百，姐妹了，姐妹。
三只桂林，两只冰泉，计十零八八，计来九百，来五百块，一个对来，中包500块，一个客人买就好。哎，这杀好了、哦，啊，冰泉你不用煮了，清爽，切切三杀啦。七八包鱼，七八包鱼卖啥？多少米？来五百，一个对来，500块来。万一三家等了500块，做三次就不止500了。开始。来虾对500，来三个人给对半。一份500块来，还得。那、啊、你要分开，你加上去，你就要分开了。我有余点。加上去，你要分开嘞。因为三次。来500，这一份嘛，一份500，不好意思，黄黑。是咧金钱啊，是咧卡电话啊。你是咧虾吗？我有够钱没啊？来我爸好想要吃海贝，不一定都是每一次都200的啦。来我爸海贝，这大只，这大只，这不是小只。不一定每一次都200的。来，我爸好来海贝啊，来500，我八块，来三个人给买下好啊。海贝大块，我爸，金龙山三个人给开400，来300。300块不啦，300块可以，还白抢，300块都买到了哦。哇，400块，再宝贵一下，谁不要？哎呀，没有那么多啦。来，鱼柳谁要吃？来300块，十五柳。来两包啦，两包300啦，搞下来没？对不起啊，鱼柳没有吃的。我去用煎的煮汤清蒸红烧干煎炒一炒，炒一炒多好吃。来300公斤啊，给两包来鱼柳，十五柳。对不对？李亚国。不啦，不趁钱都俾你啊！来，要我来两包嘞，鱼柳200块两斤重哦，一包是一斤哦，180哦，两包是360，来两包哦，鱼柳两包哦。有没有宰鱼柳不？你都试吃好不好？好，要试吃了，来100块，来一包。一起包，等你去一下，来一包都。不要再收下去了。八公好了，收了收。收下去。哎、欸，咱家无赚啊，我无一定安样硬买叫恁买啦，无买无去，你收啊，还袂来收啊。来，帝王蟹，哎、欸，松叶蟹脚盘来500过来。没有，别收，收恁多贵呢。来，两票你来。买500，买700，300嘞。来，三票你来无啊？三个客人嘛。不用煮了，你要煮汤煮火锅煮粥都很适合。三份我买好不好？三个人给来两百块来，200块三盒哦。好了，收起来了。小姐，这样两个，一盒60几块要考虑哦。每等于一盒马上，200块三盒啊，200块拢挖的。来，好，谢谢。等一下，来牛二两斤的牌，来300块来牛二两，来撸啊撸啊撸啊。来牛二两斤的牌哦。这个展。哎，过来过来啊。该死啊！该死啊！那是啊，我一边买两个，我拎两个，卖手表子。阿妹，阿妹，阿妹，我今日才帮我配对啊啦。配对。来七斤，来八斤，来300，来九斤，10斤的你来。来300，三个加牛二两去的来，300块，来的话都给 Q。来牛二两。来九节的来，牛二两鸡腿来300块，真不贵啦，喜贺啊，真正好吃。有啦，青梅在处理啊啦。我处理。你搞卡通，卡通那个。不正经啊。3200来。来300。哎啦，你骑牛二来啦。乖，感谢你啊。呵呵呵呵，放安尼啦，我坐你啊，点点啦。提到，三百只，买300，10斤哦。我家一桌水果来啊，一桌。以后我客气，等你蒸等样，来200块啊，200块就买起来了，牛二两鸡腿排。这人老的啦，我不想要老啊，来200块，就切片来，牛二两鸡腿排，来多来蒸蒸。200，最少钱？牛二两鸡腿排，没有了。真的没有了，这是人老的，我这时就去看到我的鸡腿哦。来200块，最后两位了，最后一位了，没有了。最后一位。牛二两的鸡腿排200。对啊，你都没人吃鸡腿排，你去后边买好不好？300哦。挂车。这300哦。这挂车，安尼300。很好吃哦。不会后悔。再包没关系哦，安尼300呢哦。他给我300。我喊我的哦。很好吃。还少200。都不过来，都是他们牛，不爱跟你讲啊，对。这个好吃，是因为客人留的，没有来。都各位什么？少鸡啦，不少会家己经常要来喊吧。你是我大啦，我大我你喊啦。我来你遐吃得。来。不收工。喂。
谁拿好来我放过来别抢不抢来我放那我拿没抢别抢塞冲别抢我放今天的表洗饭后啊都有被洗完不要紧别抢不便宜呢别抢呢真的没有啊这两条是四条鸭呢四百，两包三盒，客客，对吧？你的话，不是有两盒，都处理吧？处理。四百真正无代志，三盒真正搞朋友的两条，啊，你是四条鸭哦。四条一包两条。每场你行一个，七十包，七十个多只。炸的嘛是啊，炸的是嘛，炸是要零点要上出来的。对啊，我有收台啊，进两三四个人进来，三百块给我来。三百，别吵。收了，收了。收，用着 passport 啦，进两条三百，你要做声啊？真的没有。来，进两三个人给，别吵，三百块。真的。我来用黄布网被，我起来很久，我你唔办，我你见家都没有。虾子，我不卖。虾子有人要吃吗？有没有？不是卖过。想吃的举手。哇，你有要吃鸭不？你多来啦，按门面吃啦，对不？啊，是要吃红烧饭？嗯。啊，是要吃大蒜粉？我看两块来吃不？红烧饭啦，不个红烧饭。你吃大蒜粉的牙签？哥，这个还有。请问你在没有更加多人哦？没有了，今天没有了。来，红烧饭，红烧饭，来吧。这一家人进起给三百倍了，四百的倍了，挂起来了。我们的补烧鳗是特级，不含香脂，真材实料的。鳗公清淡啊，清淡你免搞。我比啊，我这拢无酒料，是要免搞比上来。我要吃两千块，我都吃千块。三个人给买种补烧鳗，没有了哦。兵哥你老阿伯啊，阿兵哥免老了，免老了。来了三家两千，来四家你了。五张吗？七家，七家，来两千块的五张吗？两千块谁要补张吗？快点！千五，三个人给两补啊，来一千块给我。来，行。但钱可不上去交嘞。行。他来行嘞，这三只一千就买不到了，这里是四只了。一千块，这啊，你这来啊，来个上子交你，哎，这个公馆，哎，然后买什么？请这边去吧，来一千块，来这啊，几人？最后一位，好的，没问题，这啊，几人？来几千块，来背吧，我啦，八百块，最后一个喽，最后一个，这里四只而已啦，八百块，得了哈，好，收起来。来冰卷能办过来，只要吃冰卷，一次就200了。来能加300，来能办货给你，我还留着了。两块钱包里收着了，谢来。等铁板块，回去了。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我老婆给，我大锅得了。这包银哦，这老料你帮我整出来了，感谢。帮我上里头，太子嘛，再一个500。谢谢，谢谢。好，阿弟们好。请问，对，这也要包你啊？应该收钱的。好嘞，好嘞。要五百呢？要880啊！去。哈哈哈！来，鸡腿收一包280。来五百块，来两个面食，五方哟，五百就好，来五百。一斤要560，两包，因为是2公斤。来五百块来，只要吃鸡腿酥的，来500块，别推说。五百。别安全对面车辆啊！我上班我甲袂好玩，好无？啊，够鱼钓诶！鱼钓，今天我上班我甲袂好玩。来，就结蛋起都袂好玩啊！来，我包。来，要出鸡腿酥的来，500块来。对，我是真正要收单哦。好，做我是不可能再做这种代志啊！一人包袂，一人包得。这客我送你，来五百块。
我可能安尼卖，你两包真正卖五百，这也行哇，五百块。真的啦，这七九十一是一包就快300块了呢。来三个人给，啊，不过上七块书房嘛，我就会领回来。对啊，来五百块，三个客人出来。500块，卖你这两包的钱而已。500块。五百块。哇哦！这钱也要出去，倒闭气，啊，不然我赔你啊。来五百。来海蛇五百，三个人去。来五百，过来海蛇啊。来三个人去这都海白虾，不要吃海白虾。没有的啦，真的啦。四百，这堆呢，你得看好呢。大货呢，不是小货呢，看好呢。来三个客人而已，500的400的，对吧？三个客人，就三个客人。300到300、300，来300块来，300块来，还白车，300都，九姐妹来，还得300。什么价呀？300块一堆。没客户啊，有啊，有啊，没出来啊、哦。老板，这你卖无？中包高吧，800块我来，有啊。中包800，公斤。就来一盘，没有了，下次。小姐要。也要100块了，真正是没有啊。谢谢。但我做不完，但我这盘都很了解啊，不可能降价，因为是大师的虾子。好了，那你们还有需要什么吗？不然我要休息了。卖一卖就好了，慢慢借的。来，双位谢小白三百。小姐，谢谢。来，这样三票一来三百过来，对吧？给，慢慢再对啊。代表三头300，来200块来，对吧？三票一200块，来三票200块，三盒200，一盒60几块，他半面宝马招开的，200块，全金三二，对吧？最好，你来。200块，没有了。怎么点？好，谢谢。好。小姐，要什么？真的吗？还需要什么？跟我讲，快点。那就我们收了。第二圈放200过来。来两斤，来三斤，来四斤，来五斤，来六斤而已。来七斤而已，八斤而已，九斤而已，十斤而已，来200。嗯，这样。来个3斤，3斤，来个5斤，来200过来。大哥要吗？15只，200块。好了，有了哈，好，谢谢，那我要休息了，拜拜，下礼拜六见了哈，来，大家刷这个朋友感谢你的收看哈，要走的去跟我们二姐站的哈，跟阿贵啊，我一下辛苦的，阿贵啊，你今晚辛苦啊哈，感谢。